新竹市爱心福利社就位于卫生社福大楼八楼，长期收受民众爱心物资。针对民间所提供的捐赠，都会由新竹市社会处进行统一盘整，再发送到新竹市需要帮助的人手中。我们爱心福利社这边呢，也会希望就是有不管是企业也好，或是商家，或是民众个人，都可以来捐赠一些相关的物资。那主要的物资就是比较包含就是民生的用品的部分，包含了一些米啊，或是一些罐头，或是食物，或是一些面食等等，或还有甚至于就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，都可以受理这样子的捐赠的。那这样子的捐赠的物资的话，如果民众有这样子的想要来捐赠物资，都可以跟社会处的社会救助与老人福利科这边做个联系，那我们就会有同仁来受理，那也会将民众所捐的物资呢转送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个民众当中，这样子。政府资源有限，民间力量无穷，若民众想要做爱心却不知道该捐到哪里，或是家中物资太多，希望可以分享给需要的人，都可以与社会处联络，让物资都能发挥最大的效益。记者简淑琪采访报道。